迎着霜，你的根紧握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漂泊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公子，公子，桃子，千行，一路辛苦了。副帅身体如何？回禀公子，主上原是风寒失调，攻打函州的时候又震裂了旧伤，所以调养了一段时日。不过现下已无大碍，公子不用担心。主上十分挂念您和校尉，言道公子身上有旧伤，校尉身边又乏人照应，所以立时遣我和陈醒返回军前。校尉失踪了。什么？不过万幸的是，你如今平安回来，恐怕这天下只有你有法子能找到他了。公子不用担心，只要校尉仍旧用那种药粉，我就一定能找到他。说，你们俩鬼鬼祟祟的，来俺们身上干嘛？大哥，我看这俩人穿的都是皮靴，定是两只肥羊。这个女扮男装的女娘长得好看。大哥，你还没有压寨夫人，不如娶了当夫人。娶了，换钱。娶了，换钱。娶了，换娶了。闭嘴！谁是老大？大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什么人？实话告诉你吧。其实我是皇孙李密的爱妾，我的夫婿不仅是皇孙，还是赫赫有名的评判元帅，年纪轻轻便领镇西诸府，统大军十万。啊！我的夫婿此刻正在望州城里面，只要你们把我放了，必定奉上钱财万贯。胡说八道！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皇孙李密的爱妾，那我自然是他的护卫。我奉皇孙之命护他去望州。这皇帝老儿一家不都被杀光了？你们在这张嘴胡说八道，说什么皇孙？以为俺们是好骗的？骗我们！大哥，这女娘口口声声说她夫婿是镇西元帅，我们赵二哥不是曾经在镇西军中吗？不如我们把赵二哥请出来，辨辨真假。去请二哥来。是哪里来的小贼，敢冒充我镇西军中人？二哥，老大，石启堂，真的是你啊，兄弟！快快解开！快解开！他竟然是皇孙石启堂李密！
哎，你行不行？我行不行？我来。对对对，慢点慢点，把这女的绑紧，绑紧。对不对，捆紧，快，捆紧点啊，紧点，绑紧点，使劲儿。这是我镇西军当年一个赤候小队的兄弟，我们一起深入漠西，去刺探秦军的军情，一共12个人摸到王帐之前，最后活着的只有我跟他。我丢了一条胳膊，是十七郎背着我穿过整个大漠回到营中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恩人，恩人，恩人！都是兄弟，不要说这见外的话。兄弟，来来来，干！痛快！哎，十七郎，之前你总是跟我吹牛，说你爹是江北的地主，家里足足有16亩良田，还有4头上等的黄牛。他说他爹是江北的地主，你们还真信？当然不信。他要是地主家的儿子，我就是皇帝他二大爷。你辈分还真高。你这个女娘，不要唧唧歪歪，再说话俺就把你嘴堵上。哎，兄弟。你还说什么啊？你说等你不当兵了，就回家做田舍翁，天天跟人收租子。没想到咱们还能在这儿见面。十七郎，俺黄有义生平最敬重有情有义的英雄，今日听了二弟一番话，才知道你是守边关打穷军的镇西军，又救过我二弟的性命，更让我们想投奔镇西军。今日是我的不对，在这儿先行赔罪。快起来，和弟兄们也起来，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这一次是个误会，我敬各位兄弟一杯，来，干！干！将军，这是那崔家军何校尉的马，马既然在此，人必然还没跑远。这山林密集，我军又劳顿一夜，恐怕难以追上。将军，为何我们不直接夺回望州城？镇西军兵强马壮，崔家军虎视眈眈，敌强我弱，不可硬攻。只有先拿住小裴将军和何校尉这两个要紧的人物，才能去换回城池。此时我们人困马乏，大营又被火烧了，还伤了不少兄弟。照这样下去，那两个紧要人物没追上，大伙儿却被困倒在这山里了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歇脚？这明代山一带有一伙山匪，自建山寨，占山为王，平时倒不扰民，所以我们望州守军也就没剿灭他们。传令，先攻下山寨。我军大营被烧，已经没了落脚的地方，先休养生息，占山为王，等待孙大都督的援军前来。是，走。十七郎，这次你是从哪儿来？打算去哪儿啊？赵二哥，十七郎这次啊，是要护送皇孙的小妾去望州呢。我就说那个皇孙不是个东西，大敌当前，他还想着女人。我受伤后，朝廷本来说要给我20亩屯田，我一合计，回家种粮也是一条生路，但是没想到朝廷竟然诓人，他们把田给了皇帝的儿子做皇庄，我老母亲就是这样被活活饿死的。我一气之下就投奔了明代寨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孙坚造反后，很多村庄都被大军践踏，现如今都不知道我们村儿还有没有活着的人。十七郎，你不知道，我原先我是乡里头算命的呀，我算是可以养家糊口了吧？啊，这朝廷他数次征徭役，数次征徭役，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我这才落草为寇的呀。
咱们这儿的兄弟，个个都有一腔骨血。无论是姓李的坐天下，还是姓孙的那个老贼，都不给俺们活路。俺们没办法才上山当强盗。石七郎，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不如就当大哥，带着咱们一起去投奔镇西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，大哥？对，俺们奉你为大哥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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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谦让，今儿就是良辰吉日，咱们正好烧香结义。好，好，好，就把这女娘杀了祭天。哎，不能杀了，不能杀，不能杀。大哥，这是为何？谁知道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因为。因为他是皇孙的侍妾，但他是我的心上人，我们俩两情相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，相约私奔而去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为何不早说？这阿嫂还被绑着呢，地上多凉啊！阿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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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替你送包子。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？阿嫂多有得罪。山中简陋，不能为你和阿嫂拜堂成亲。不过这个洞房可是不能少的。大哥，你不要不好意思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去吧去吧，去吧。大哥抓紧。兄弟，良辰苦短，我们先走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镇西军的小裴将军哈。皇孙李逆的爱妾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！兄弟们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你洞房花烛怎么能没有这个呢？拿着，别让阿嫂等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快，我走了。这镇西军中赫赫有名的石七郎就是皇孙李逆，这帮山匪不知道，但我可知道。哎，奇怪了，那个赵有德之前也在镇西军，为什么他不知道？哦，原来某些人之前一直在军中隐姓埋名，但是后来军功累积到要阴封三代的时候，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赵有德已经离开镇西军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刚才没有拆穿我，怎么难道现在想拆穿我？没想到你居然会假借小裴将军的名字，连我都差点被你骗了。若非如此，怎么能亲耳听到某些人说他是皇孙李逆的爱妾呢？小人，呸！喂，起来，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。我折腾了一天了，我得好好歇息一下，我才能应付你这个诡计多端、满口谎言的小骗子。快点！哼，你是君子，你睡地上吧。哎呀！你做什么？什么做什么？哎呀，既然你都是我的爱妾了。那我们躺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也可以吧？等肚子。哎，你都这么骂我了，那我肯定不能枉担这个虚名了。
事吧？没事。此人如此无礼，我一箭射死他，跟你出气。哎，好啊！你们家校尉早就想这么做了，不过他到现在都没有得逞。你要不要试一下呀？你住手！这句话到我说了，自己人。出事了！有人打上来了！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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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大哥！大哥！外边有兄弟传信进来，说有大队人马马上杀上山来，还自称是什么讨逆大都督旗下郭直将军率领的大军，说要夺我们的山寨，杀我们全部人，拿我们祭天呢！听他们放屁！没事，大哥。我们山寨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兄弟们凭借地势也能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对对，片甲不留，片甲不留，杀杀杀杀！莫说大话。老二，二哥，那个姓郭的是咱们的老熟人了，就是之前一直驻守望州的郭将军。原来是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投靠了孙静，那也真有点难办。那个姓郭的出身硕系，但是论天下府兵，咱们镇西军何尝放过其他诸府？对呀，是是是，这是我镇西军的斥候兄弟，他今夜一路跟着郭直，他也来向我报讯。哎，郭直残军还有不少人，且他们弓箭娴熟，硬碰硬，我们肯定会吃亏。那石七郎，你赶快带着这位娘子一起走吧。小薇，你先回营地，公子在并州等你。对，石七郎，你先走吧，这里有我。也是，我这个斥候出身的兄弟，他最擅长在密林里作战，他必能战胜郭直那些残兵。我也留下来帮忙。我这位女使极善兵法，把她留下来，必能助大家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，多谢诸位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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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嗯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还是赶紧回你的望州城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身为我爱妾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？你要是再如此口齿轻薄，小心我杀了你。你看，你杀人的力气都有，却没力气走路啊。实在走不动了，你想法子吧，我不走了。我还真有个法子，不过呢，你得配合我。换衣服吧，屋里没人。嗯，啊，好了没啊？马上。你不就换个衣服吗？怎么这么磨蹭啊？哎，我换好了。好了，走，走吧。好了。你这么白白净净的，不行，过来。干嘛？别动啊！这干什么？你是要扮村妇？你看着像村妇吗？这又是做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到衣服里，为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扮孕妇啊！你挺着个大肚子，我才好去借车嘛。你不是不想走吗？那为夫便带你坐车进城。孕妇，快点啊！这我怎么塞啊？你
合作就不错了，还嫌慢，急什么？怕人家不知道你肚子里面是稻草啊？喂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淑。你淑女？你看你这模样，贤良淑德哪一个沾边？让我说。喂，我警告你别打了，不还手了！老婆子，别哭了，山货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打。那些人置气，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。云。老赵，请问这里离并州还有多远？还远着呢，还有100多里路呢。你脸上这伤是怎么了吗？别提了，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山里面来了官兵，还在前面的官道上突然就设立了关卡。我跟老婆子本来是去赶集的，谁知道那群人比土匪还凶啊。今天晚上吃烤兔肉。哎，这是我们拿到集市上换盐的。拿着，我们城里跟着孙大都督旗下的郭直将军讨逆伐乱，是你几只兔子怎么了？滚！小龙君，千万不要走官道，那群人坏得很啊！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他们是更不放过。你家娘子年纪轻轻的，再说下到她肚子里的娃娃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那除了官道，还有哪些小路可以绕开吗？从这里上山，往西面走有一条小路，那就绕得远了，而且都是山路，不好走。等天一落黑，就更不好走了。谢谢老赵。哎，记住啊，别走官道，别走官道，别走官道啊！很久没有吃你蒸的蜜瓜烙了，我来尝尝。不错不错。你怎么看那个十七郎李密啊？这个人啊，他在皇家宗室里委实不显。我听闻他当初非常的顽劣，让先帝大发雷霆，将他贬到了军中去了。我叫人查过兵部档案了，他被贬去镇西军的同时，裴宪将自己的小儿子裴元从龙武卫也调到了镇西军中。此后裴元一直和李密形影不离，总在一队。裴宪这个老狐狸眼高于顶，他让自己的儿子追随的人必然不可小视。可是我听说裴宪共有10个儿子，有的在军中，有的弃武从文，有的却做了道士。像大都督这般筹谋周密，裴宪又怎知大都督会举起义旗呢？既然不知道，他又怎会早早布局，去重视一个被贬到军中而失宠的皇孙呢？怎么了？手怎么这么疼？没事，快走吧。给我看看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没什么，走了。你这样怎么走？起来，背你。Thank you.
要不要喝点水啊？这是哪？这种地方呢，一般是猎户上山打猎时歇脚用的。刚才天色已晚，我就只找到了一种草药，给你敷上了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我没那么娇气。老婆子，别哭了。人活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有些人之气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气出病了。行，马上到了。老婆子，你慢一点。知道啦。老张。是。他们是你们呢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谁呀？咱们今天碰到的小夫妻，你说巧不巧？是吗？哦，哎呀，还真是！快坐，快坐啊！多盛一点啊，多加点肉，尝尝真正的山鸡的味道。多喝点啊，暖暖身子。尝尝。这山鸡啊，是我老头子刚打的。煮汤可好喝了，多盛点肉，盛点肉，尝一尝啊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。哎呀，我老头子呀，也爱喝我煮的汤，不过可惜我呀，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的。哎，要是有你这样一个闺女，多好啊！来，老头子，你辛苦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好喝，好喝。你们少年人呐，多吃点肉，明天还要赶很长时间的山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嗯，对了，老张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跟老婆子本来是去赶集的，结果呢，盐没换成，东西也被那些官兵给抢走了。老婆子左想右想，不甘心，非逼着我回山里再转转。看能不能再打几只山货，结果呢，只打到了这只山鸡。眼看着天就要黑了，我知道这里有个落脚的地方，没想到还碰到了你们。你说，这是不是缘分呢？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刚听到动静，还以为是歹人呢。你呢，领着你家娘子赶路，多个心眼是应该的。这世道。乱得很。是啊。喝汤，喝汤。喝汤，喝汤。喝汤，喝汤。多吃一点啊。来。老婆子，你也吃啊，你也吃。你吃，你吃。哎呀，你吃点。再来，再来。中将弓弩围起来。是。这是我前几年待着没事自己挖的地窖，
原本是存山货的，大小正好能够藏下两个人。你马上领着你家娘子赶紧下去躲一躲。对。不行，要躲也是老丈您和婆婆躲进去。哎呀，那群人都认识我们，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。可你们两个是生人，如果被官兵发现反倒更危险，我和老婆子也脱不了身。对对对，赶紧下去。快快快，好孩子，快快快，快点，闺女，快点快点。走，若有生人立刻捉杀勿论。看了个少年郎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像一个读书人。军爷，咱们这十里八乡的，哪有什么读书人呢？提起读书，还就镇上的单先生。你啰嗦什么？军爷，啊！军爷，我操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带出去，走走走。军爷，军爷，饶命啊！军爷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放你们回去吧，松开他们，走吧。谢谢军爷。他们人呢？死了。什么？我刚才出去看，
两个人都死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拿针刺晕我？如果不是你拿针刺晕我，他们就不会死。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弓箭手吗？发现他们窝藏我们，如果我们鲁莽出去，根本就来不及，反倒会让他们立刻毙命。那现在呢？如果当时出来救，就还有一丝机会。你却不愿意试，你就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。和他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我就是，你杀了我吧。等着